哟，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呀！啊，节日快乐！那我是新人 UP 主王老君。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款这个也是不算是很新的游戏了啊，叫做 The Forest。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那个幽默、诙谐、轻松的一个生存类游戏。然后呢，它的版本现在是 Alpha 0.07。然后这个游戏呢，虽然我也经常做 Alpha 那个的游戏啊，但是这个游戏呢，怎么说呢？它有个比较有诚意的东西，就是它在那个初始界面的时候，它会写距下一个那个版本它多少天会发布，然后它呢也会准时的在 Steam 上发布。虽然啊，这是一个就是说比较有诚意的，不像有些游戏，比如说什么 Cube World 啊，黑 Cube World 已经是我的日常了，就是收了钱以后它就对吧消失了，就作者就消失了之类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它这个版本它每次进0.08的0.09，它只是多一点建筑啊，或者说多很小的一些改动啊，不是很多，而且游戏性上也没有非常明显的提升，但是画面上每个版本都会提升很多，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游戏的制作组啊，估计都是学美术的啊。那这闲话少说啊，我们直接开始单人游戏啊，这还写个大字啊，这是正在开发中的测试版本，就怕你们那什么啊。但实际上呢，这个游戏还是非常不错的，我感觉。还是相当于那个有那个潜力的，尤其是它那个多人模式开发出来之后。好，可以看到这是一架飞机啊，飞机上面啊旁边有一个熊孩子。通常来说，如果告诉你这是个那个灵异向的恐怖游戏的话，那么你会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恐怖，我也觉得非常恐怖啊。然后这个飞机上面非常奇怪，只有我们一个人啊，只有我们一帮人啊。所以说这个游戏的设定是非常那个奇怪的，然后飞机就失事了。这到底是一个啊，类似于像是搏击俱乐部这种什么什么这种啊精神病向的那种精神世界的那种游戏呢，还是一个鬼怪向的游戏呢？啊，所以是有待揣摩的。然后飞机失事了，我们主角啊肯定是不会死的。啊，我们的熊孩子就躺在前面，但是大家可以注意，根据这个比例呢，熊孩子的身体比刚才大了一些，啊，说明我们在这个飞机上已经躺了好几年了，然后出来一个迷之凶鬼，把我们的这个隔壁家老王把我们的孩子给抱走了，啊，这个一下子剧情就更加扑朔迷离，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是我们本体呢？说明这个孩子就是我们主角，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幽灵状态，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是有脚的，啊，我们是有脚的，那说明不是，啊，但也不好说。啊，前面就有个空姐啊，那个腿张得非常开啊，暂时不去管它。然后在这个飞机上呢，我们可以搜寻一些补给啊，芬达拿走。然后地上看到没有，有个那个便当，我们是有个 eat， 那我们按一下，看到没有，同志们啊，我们在手都没有伸出去的情况下，就直接把地上的便当给吃掉了啊，这说明什么呢？啊，对了，说明我们的主角他并非是人类啊，他那个主角他的舌头啊可以伸出体外啊，但你说我没有看到他的舌头伸出体外啊，就发射出去吗？没有啊，对了啊，你又猜对了，说明我们主角他是隐身的啊，他是有那种透明人的效果，看到没有？又隔空把这个东西给吃掉了啊，然后右侧呢，哎，就有个足控浮力，可以挠一下嘛，说不定他活着呢。不行，好吧。然后我们把这个动态模糊，我想把它给关掉。这动态模糊看得不太舒服啊，本来就够头晕了。好，舒服一些。好，这里呢就拿到我们的这个神器啊，可攻可受可伐木的一个那个强奸，不是这个斧子啊，可以用来肢解敌人。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个空爵的手，啊，这个姿势非常的诡异，哎，但是呢，我毕竟是刚死嘛，对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忘记这个游戏的设定了。其实我们在这个飞机上已经昏迷了几年了，想想还有点小恶心的。好，我们把这个船上飞机上最后一点东西给拿走，哎，再吃一口。好，我们就永远的离开这个飞机了。哟，好，
哇，这个空姐躺的姿势有点奇葩啊，我们不去管。在飞机的这一侧可以拿到两个电路板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哎，怎么卡了啊？把这个东西给拿一下啊。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其实上是一个，言归正传，撇开它一些这些灵异的设定啊，它还是一个 3D 的生存向的游戏啊，所以说游戏前期那个收集资源还是非常必要的。打开这些行李箱，而且这个游戏非常诡异的地方是，明明看到这个，哎，我不小心砍死一只鸟啊。游戏那个一开始的时候看到那个飞机舱里是没有人的，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行李箱被抛弃在这里呢？然后按下 B 的话就可以打开这个生存那个手册啊，可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建筑系统啊，这个我已经很会了，回头给大家一逐一演示就行。那现在呢，我们先抛开我们心中的迷惑啊，先收集一些基本的素材，像这些石头和这些什么那个这个网球啊，都是可以扔的，但实际上满身是血，哪里有血？这个游戏的话，怎么说呢？我直播时候也玩过，然后呢，这个 bug 也是很多的啊 ，bug 是很多的。希望这次录制不要出现 bug。哎，为什么我这么说？但是心里还隐隐有些期待呢。完全没有的事情啊。哎，这个箱子为什么打不开？为什么打不开？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东西？这个秀。然后的话，哎，什么东西没拿？然后打开我们背包，可以看到我们收集了一些东西啊，兔子肉，然后是酒啊，可乐，然后树叶，那个布，然后枝条，手电筒，打火机，还有一瓶药啊，药我们可以吃了，我们把血量给补满啊，血那个胃是饥渴度，那个饥饿度，然后右边那个是口渴度，也相当于精力值，蓝色的，蓝色应该是可以吃的，好，蓝色是可以吃的。哎，有一只蜥蜴啊，这里的动物的 AI 都很奇怪，有些时候他们就不知道躲啊。我们先抓一只蜥蜴，抓走。蜥蜴它是有皮的，你可以把皮给扒下来，作为护甲穿在身上，可以增加你的防御力啊。然后它肉呢可以烤着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哎，没做到，好呆啊！这个游戏里面 AI 的设定一直都优化的很差，包括野人啊，就是我们会遇到的怪物的这个 AI 也很奇怪。好，那这里就差不多收集完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啊，把这个我们安顿下来，啊，从此呢就开始学习贝爷。哎，游戏有这个背景音乐产生，说明周围有野人刷新。但是野人这种东西，往往是会，他们是不知道是 AI 的问题，还是这个游戏那个诡异的背景设定的问题，但有些时候会突然的，就是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你的这个营地周围啊。然后对你发现突然袭击，啊，谜一样的一个设定。但这个游戏的画面我怎么说呢？感觉作为一个小团队制作的游戏，画面也是非常的棒了，我觉得非常的棒。好，我们砍一砍。我们营地放置的位置呢，最好选择在一些旁边有依靠物的地方，啊，要满足一些条件。首先是那个周围最好有树木，这样你那个营地的搭建起来，原材料这个采集会比较方便。第二是这个有水，这样的话发生战斗之后呢，你这个可以方便清洗掉身上的这个血迹，然后呢也水里面也有可能是有鱼的，可以提供持续的食物来源。第三呢，最好周围有些依靠物，让你防御的时候可以这个比较轻松啊，就不至于要防守好几面，也可以给你做陷阱什么的，这个方便啊，以后是有陷阱这种东西的，可以依靠陷阱来这个，或者火堆来烧那个敌人啊。所以说要找到这满足这么一个条件的地形呢，实际上啊是很难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哎，为什么我不能动了？是 bug 了吗？啊，这里有瓶酒。最好快一点，最好在第一个晚上来临之前找到一个合适的宿营地。然后宿营地的话，最好也不要放在野人的那个老家边上，不然野怪刷的刷个没完。
这个野人现在的话似乎还是用一个刷新机制的，就是说他是无条件的在你那个边上刷新的。我记得更早期的版本我玩的时候，他是就在你看着那块空地突然就会冒出个野人啊，非常的不科学。但现在的话好像是改掉了，当然这个游戏说不定有什么诡异的设定，对吧？可以知道我们主角是个透明人，对吧？他的那个舌头是可以伸出体外的啊，我们也未必就是人类。总之这个阿尔法游戏还是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的，非常不错啊。这里呢就是海边了，其实可以考虑在这里啊，但是海边其实我觉得野人会比较多一点，经常有那种野人的巡逻队在那个海边。野人呢其实也分好几种啊，之后可能会慢慢遇到，有些是那种普通的，尤其是女性啊，女性野人是很弱的，然后男性野人会稍微强一点点。然后还有一种野人是那种战斗野人，是战斗野人，然后他的那个背后会有一些肢体，还有那些图腾，比如说穿着骷髅头，他们战斗力很强。这箱子是什么回事啊？我身上树枝已经摆满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宿营地。其实这个游戏说实话，如果你会玩并且不会被吓到的话，其实感觉上前面这也算是个比较不错的地方，看有没有鱼。但是是一片池子，但那边有野怪的营地啊，在这儿去打自己的大本营会不会有点作死？先去那个野怪的营地探一探吧。白天的话我不知道，我这个有些设定我不知道，还没有研究透，就是说白天似乎到野怪的营地里面一般性只有一些老弱妇孺吧，不能是老弱，就可能只会有一两个野怪，就一个野怪在这那个看守啊。但野怪那个野人的营地里面还是有些资源的。这声音，游戏声音是不是有点小？好，似乎是没有发现我，好像是没有什么人在这儿。然后野怪营地里面有一些那个这个有些资源是在别的地方没有的，比如说绳子，在这个版本里面绳子，我想拿那个酒啊，那个绳子这种东西是啊，这就是被抓住的下场，就做成风干肉。然后下面有个那个成就，就是说你发现了野人，糟糕了，这里的野怪是那种战斗野怪，快跑！等一下，信号枪，是那种会战斗的野人啊，我还是快跑吧。他那个背后插了几根骷髅头，用树枝插在背后啊，这种野怪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完了！哎呀，完了！我为什么卡住了？等一下，没有体力了。等一下，我为什么卡住了？我靠！掉血！等一下啊！我去，野怪你有点狠啊！快跑！哎呀，不该作死，完了，他们追个没完了。看，只有把你们杀在这了，说不得。我去，还好我剑击得快。盲僧你怎么了？这种野怪还有武器，再被打一下我就要死了。哎，你又卡住了。我死了。好吧。找巢的时候提前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被野怪打死会怎么样，那我们呢就会被这个野怪抓到这种地方来，可能周围都是野怪啊，这些野怪就是那种穴居野怪，看到他们就蹲在这儿，似乎是，但现在不要紧，我们可以吃个药，然后吃块巧克力会恢复一下这个饱腹度跟精力值，然后我们把这个枪给装备上。这些野怪怎么说呢？他们似乎是没有视觉的，我感觉上。钱，硬币，所以你只要好像是据说是保持潜行，他们就不会发现你，似乎。
信号枪啊，信号枪在前期的版本中绝对是个神器啊，是无限弹药的，而且只有在这种被你被打死之后被抓到山洞里面才会得到，但现在的话似乎是改掉了，子弹变成只有一发，虽然也能秒杀这些怪物，但是可能就用了一发就没有了。我先看一下我这边这个信号枪，好吧，这些地上的东西我都不太敢拿，我怕引起这些野怪的注意。哦，绳子，然后在这些地方这种野怪的家里呢就可以找到这种绳子这种东西，但这个太高了，绳子也是合成东西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哎，这有把这个消防斧，这把消防斧要比我们一开始那把逃生斧要强很多啊。这把斧子包括这个信号枪都是只有在这种野怪的地底巢穴里面才能拿到。这游戏亮度能不能调大一点？亮度已经调到满了。然后这种野怪的话跟大陆地上的野怪又不一样，他们是那种穴居野怪，皮肤是很白的那种啊，白富美，然后的话他们的战斗力要比那个地面上的野怪战斗力要强。现在我们只要死在这种洞穴里面，我们就是真的死了，真的死了。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对吧？但是我又说了个但是，因为我在这种巢穴里面，我从来没有找到过出去的路啊，有点蛋疼。似乎是这个地方的路是固定的。似乎是只要朝一个地方一直走，你就可以出去啊。但是我从来没有找到出去的路过。这是啥？而且这里非常昏暗，我也不知道前面到底是什么。哎，被卡住了。然后在那个这种巢穴里面有一种变异的人，就他们有六只脚六只手。这种怪物的话危机上说，哎，居然找到出口了，我居然找到出口了。哎嘿，傻了吧，我出去了。哎出去了。哎，瞬间画风一变。那么这儿呢就是说我又可以再死一次啊，这里就是一个巢穴，你可以也可以主动进去啊。啊，非常棒。那就走呗。哎，我怎么装备两把斧头，这是什么 bug， 重新装备一下。啊，这样就行了。这把斧头肯定要比我们手上那把斧头强，我感觉。哎，在这儿有片池塘啊，池塘边上可以获得一种武器，叫做叉，就木头做的镖，毛一样的东西，你可以用它来叉鱼啊。不好意思，我有点热，我脱一下衣服，穿一件毛衣。啊，然后这种池塘，就这种小池塘边上很适合作为这个基地啊。我看这个地方有没有鱼？啊，有鱼。那么我们在这个池塘边上大部分情况下可以找到那个怎么讲，一根木头的矛，或者在池塘中间。为什么我又拿了两把斧头？木矛，这个木矛暂时不能自己做，只能在地图上获得。没有这个木矛的话是没有办法插鱼的。那算了，没有的话我可以到其他地方再找，但这里的话是个不错的这个宿营地啊。虽然这块宿营地就在这个野怪巢穴的这个门口，但是我们根本不怂啊，对吧？完全不怂，来我就打死你，对吧？好，那我们就在这里设进我们的小家。首先呢，我们要根据这个东西，我们要先放置一个篝火。我们直接造这个好的篝火，有石头围着的。这种篝火的话燃烧时间比较长，不太容易熄灭，然后它会告诉你需要多少东西，你只要不停地往上面放就行。如果你身上不够的话，你就要继续去外出采集。我听到什么声音？
周围没有什么资源的刷新点，这点不是很好。像有些地方周围会有很多那个，哎，野人啊，我觉得我还是放弃这个地方吧。洞穴边上的野人都会刷出成堆的刷，成堆的刷，而且都是那种一小队一小队的刷。嗯，怂了，哎，主要不是怂啊，不是怂，主要是你被这个野怪无休无止骚扰的话，啊，也是很难玩的，就没有意思啊，一天到晚在打野怪啊，这有个这个被干掉的野怪，这种野怪就是那种在那个露天活动的野怪，他们是跟那个洞穴里面的野怪其实是两个帮派，他们时常会这个。那个发生战斗啊，然后这个野怪被打死的话，你可以把它砍碎，砍碎之后你可以收集它的那些手脚头之类的东西，可以用这些东西呢合成一些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只要把它收集到一定程度合成出来往地上一放啊，它就可以起到一个威慑野怪的作用，野怪看到这种他们同伴这个尸体做成的建筑物，他们就会被吓跑啊，说明上是这么样的，但是呢实际上它这个判定其实有些 bug啊，不是所有时候都有效，偶尔会有效啊，尽量离那个洞穴远一点，我不想再回去了。如果没有水的话还是比较，刚才那个地方其实很好，那个小池塘啊，可以那个好蛋疼，下面那个收集石块永远去不掉了，因为那个建筑物一直是未完成的状态，怎么办呢？就是要逼死强迫症嘛。但是我没有强迫症啊，我担心这个干嘛呢？哈哈哈哈。然后，有点饿，那我要不就随便找个地方吧，在海边，海边也行。但是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你砍，每次要砍木头的话，就要跑好远去采那个木头，最好是森林当中，环境又好。采木特别方便，而且你看这个游戏还有很多那种贴图的错误，我认为这是一个模型贴图的一个错误吧，前面这些东西，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这个强大的主角这种诡异的精神力啊，造成这个世界的扭曲啊，我们的邪王睁眼可以看到一些啊平常人看不到的东西，也有可能啊。而这里呢其实是没有任何活人的啊，只有野人跟我们，哎，锅子，这种锅子其实是野外生存非常必要的东西，主角你不收集一下吗？啊！我靠！作为一个野外求生的人，看到这个锅子金属制的工具，我听到什么？不得欣喜若狂啊！他居然无视了啊！这些包里面的东西，哎，这把斧头用起来判定要比那把飞机上的逃生斧要那个舒服多了，这把伐木斧。判定更精准啊，很容易劈到东西，那把斧头要瞄半天，但我觉得这是游戏操作。哎，这有片池塘，好嘞，再也不挑了，就在这儿了。但这个池塘里面没有鱼啊。啊，有鱼有鱼，好，还有根叉子，啊，这个叉子呢是可以用来插鱼吃的，啊，这又有一根，两根叉子，啊，好多叉子，啊，你看我插条鱼给你们看。好，看到没有，这种鱼呢是会刷新的，所以说只要在这边上就有无穷无尽的食物。好嘞，就在这里了，环境非常的赞。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生一堆篝火，直接放这个最好的篝火，有石头围着的，就放在这吧，虽然好像在水里啊，但无所谓，这种火是我们的这个黑科技，用我们的那个主角的黑科技是可以在水下面建立篝火的，完全不成问题。这根叉子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武器啊，它的攻击频率很高，攻击力的话好像跟这个斧头差不多。那现在的话我们还是装备这个吧，这把斧头毕竟要更厉害一点。这把斧头的这个弱点就是，哎，浣熊这个版本里面这个浣熊啊，它能杀，但是它杀出来这个尸体它是不能用的，就不能拿来当做食物，这个是 0.08 版本新出来的这个东西。嗯，而且我们饿了，
得赶紧找点石头啊，赶紧找石头去造那个什么，造篝火啊，快饿死了。然后飞机上那种巧克力也可以瞬间回满那个饱腹度，还有那个精力值也可以恢复，但是的话能不用就不用啊，因为这种东西它是类似于方便食品，就是说在野外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拿来吃，算是一个应急的东西啊。平时的话最好自己烤这种肉来吃。这石头好少啊，好少啊，找半天石头都找不到，而且我怕我找不到回去的路啊。我觉得我真的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哦，在这儿。还差三块石头，这池子里面有石头吗？前面就是个野怪的营地啊，啊，算了，无所谓了。这种小的那种露天，哎，还有个野怪的死人，碎了，砍掉。而且我身上怎么又装备了？你看我是怎么武器又三合一了呀？啊，这个版本 bug 实在太多了。拿到一个，这种球不知道有什么用啊，好像没什么攻击力，而且野怪也不太会被这种东西什么吸引注意力去追那个球，或者把那个球那个用嘴巴叼回来叼给你之类的，好像没有这种设定啊。还差一块石头啊，这地方石头真少。好，搞定。那我们呢，我们就有火了啊，可以用叶子把它给添添火，然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抓到的这个兔子，对吧之类的，放上去烤一烤，啊，注意人不要走开，啊，人不要走开，因为烤时间久了，这个东西就烧成灰了啊。我们等它烤完，我怎么看到远处有个野人啊？还是我看错了？好，烤一会儿，这个兔子就可以吃了。噔噔噔噔噔噔。这种兔子啊，蛋白质是牛肉的 0.5 倍。好，熟了，我们吃掉。饱腹度跟精力值全部都回满了啊，那个应该是精力值，不能算是口渴度啊，精力值。哎，野人，这个野人，哦，这把斧头攻击力虽高，但是它的那个这种女性的野人胆子很小，很容易被那个哎什么东西烧着了。那种野生动物很容易跨过你的这个篝火，然后被点着，然后直接烧死在边上也有可能。既然他不出现，那么就算了。这种野人算是侦察兵吧，过一会儿可能他就带了一大票人过来。我们直接造那个造个房子，直接造这个小木屋。他这个是新版本更新的这个东西，他只要13根木头啊，只要13根木头，13根大圆木就可以造出来，非常的便宜而且好用。那这个那个大圆木哪里来呢？对了，我们就要砍树。好，这砍树的速率跟那个是一样的，好像没有快很多啊。啊，姑且认为它快一点吧。我们沿着这个树的边上把这个树砍一砍。这个地方跟 MC 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拿手去把树路断，而且那个砍树的那个效果确实也是挺真实的啊，树就倒下来了。然后树倒下来之后呢，就会变成一段一段的原木。我们主角能够一次性扛两根原木，然后还差11根。我们看看周围那些原木，它会，这个原木是有物理效果的，它会滚动啊。如果你在山坡上的话，这个原木就滚掉了，也挺头疼的。好，把周围的这些树木都砍掉吧。这个树木被砍掉之后会留下一个树桩，我不知道这个树桩会不会刷新掉，但树的话似乎是会长新的出来。我经常家里住着住着，突然房子边上长出一棵大树啊，树倒了。这个树压下来的话，你不用担心会把自己砸死啊，不会掉血的。我们主角说了，他不是人类啊，他的能力值要比一般的人类要强很多。啊，回头一看，这两颗原木都不知道滚哪去了。哦，在这儿，经常乱滚。还有一颗呢。哎，野人，
真是烦。看来你是决意要找我麻烦是吗？又跑了，这野人这智商有点奇怪的。好，他也其实害怕我啊。其实我才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主人，这种野怪看上去很凶残，其实什么都不是。啊，自从我从那个地底世界里面出来一次，哎，那边有块原木，地底世界出来一次之后啊，我就不吃人了啊，我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先不管他们，我先把这个小木屋给建好，有点黑了，石头捡一捡，就近再砍一棵树，应该就能造好。好黑，快晚上了。然后边上那个收集石块，哎，你怎么又来啊？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在哪儿？跑哪儿去了？我先回篝火旁吧。哦，有一只蜥蜴。有一只蜥蜴在这个火堆边上被烧死了，两只，还是兔子，他们在这个火堆边上被烧死了啊！直接我就不用去打猎了，直接去剥皮取肉就行。哎，等等，这个野人，啊，这斧头攻击真高，这野人长得略奇怪啊，死了，而且他没有下体。但这种野人在家里死的话很讨厌，他们的这个尸体会留在这儿，刷都刷不掉，一地的那种可以捡的东西，然后你身上又只能带一个人的尸体，真是烦，污染我们家里的环境。那我们接着砍这棵树，然后这个如果你身上沾满了血的话，说明上是有感染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感染过。但这可能是一个游戏后期会加入去的元素。然后你可以在飞机里面得到一个手机，按 P 可以打开。这手机可以看附近的温度，你走了多少步，然后你的心率，然后之类的。估计这个东西呢，将来会引入这个环境要素，就是说环境对你的影响。现在下雨天，如果你待在水里的话，你会有一个结冰效果，就是说你会，他说你又冷又饿。但这个效果具体有没有这个伤血或者说是其他的这个东西呢，暂时没试验出来。这种时候只要到火堆边上，啊，还差一根啊，火堆边上就可以解决问题。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捡到这个，我们包里有这个野人的尸体啊，那我们这个就可以通过野人的尸体造一些啊奇怪的东西。比如说造个简单的吧。人头，我们直接造在刚才野怪是从那边过来的，我们就往这一搭，对吧？这就是一个人头道具啊，人头道具。这种东西呢，就对野怪呢有一定程度的威慑力啊。野怪只要看到这种东西，似乎就是会啊不敢进攻之类的，哎，非常科学，但是。我也造过一些很多的这个东西，野怪该打还是打，就好像是没有什么特别效果。再看最后一棵树，晚上了，大晚上没有造好那个房子啊，挺失败的。不过在晚上的话，地上这种可以捡的东西会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好了，房子造好了，这块木头的话先放一边吧，我们可以在这里先存个档。这个是门在这儿，这个门就怎么就被我推进去了？我操，这劣质产品啊，
虽然我们放反了位置，但是我靠，这门就被推进去了。好吧，那我们就在这里存个档，然后我们睡一觉。好，那就到白天了。白天的话，清晨啊，凌晨，那就会相对比较安全一点。我们看我们昨天那几个原木啊还在，在造原木之前，我们先制造一些那个收集装置，就是这个收集装置，放原木的架子，就可以把那种砍来的原木直接收集在这里，将来要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需要16根小树枝，那我们先要去收集一下小树枝。小树枝还是比较容易收集的。地上随处都有。然后我们在那个野怪那个地底洞穴那个洞口造的那个火堆还有两块石头才能完成，但是我没有完成，所以右左下角会一直有这个提示，就是让我们收集两块石块。啊，我要这种事情我要一直提，让你们有强迫症的人一直关注这个东西。树枝。这个新版本加了一个这么个东西，就是岩石的收集架，就是那种地上石头你也可以收集过来放，放那个身上放不下的话你可以存家里啊，这是这个版本新加的东西啊，所以说它每过15天就会发一个新版本，但实际上的加的东西啊就那些，但也不能说不好吧，也不能说那个就是应付啊，但这种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对游戏性来说是个进步。我们先把原木给装回去，然后回家也不需要烤什么东西啊。基本上这个游戏版本啊，玩到这个地方的其实差不多你已经不太会容易死了啊，除非你去作死。按 C 就可以把东西存进去，按 E 呢就可以把东西取出来啊，不错。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再建一个这个储木架子，就是放那个树枝的啊，各种动物在我家边上乱跑啊，放得整齐一点。然后我们可以捡点树枝，把这个树枝收集架给带出来，以后出门的话就随地捡树枝，然后回家的话把东西一存，需要造什么东西呢就可以直接造，还是非常不错的。树枝呢，树枝的话砍这种小树是会刷的，还有地上这些植被都是会刷的。现在到底是凌晨还是晚上啊？怎么感觉越来越黑了？怎么感觉越来越黑了？好，在这里呢，就可以把这个小树枝也放进去，看到没有？对。这种新这个版本新出来的这种浣熊一样的东西没有办法吃啊，而且让我这倒是没什么，这种小 bug 出个小补丁就修复了，但是啊，这野怪尸体还是不能吃啊，这就让我非常郁闷。玩这个游戏在初中就一直达不到，我一直在等这个野怪什么时候可以做成菜，对吧？我们可以收集这种还有这种蔬菜系统，对吧？做成这种人肉汉堡包之类的啊，这种草给它弄点属性啊，收集过来可以吃啊之类的，完全没有啊！等了这么多版本，啊，这是野怪营地。野怪营地的话，目测是有那个绳子，哎，这种绳子只有在野怪营地里面才能收集，我们本人是不能做的。而且野怪营地经常也没有人啊。什么嘛？这有钱。哎，我活捉了一只兔子。兔子是可以活捉的。活捉兔子呢，你可以那个造一个兔子笼子。我这是抓了两只兔子嘛，抓一只做一个兔子笼子。兔子在笼子里面，在说明里面写它可以那个繁殖。但实际上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在这里面兔笼啊，需要2根绳子6根树枝，
那我就干脆就造一个吧，在我家边上，作为一个活体烤肉架，需要树枝啊。啊，兔子死了。Oh shit！ 把兔子抓起来。Oh shit！ 把兔子抓起来，再放到地上就死了。好吧，回头再抓活兔子吧。先把这个树枝收集，这里好缺树枝。在这个基地周围刷树枝的地方不是很多。哎，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游戏还是比较闲适的啊，感觉上不带不了更多石块了。肚子有点饿了，回去吃条鱼。带不动更多枝条了。嗯，看着点啊，有谁过来跟我说一声啊。树枝不够，这里还有根啊，取出来。哎，哦，还差一根。看什么看？绳子的话，我身上应该有啊，在野怪营地里面拿了两条。说实话，没有养过兔子，看什么样的。做好了，那去抓只兔子呗。好，我们这个人类也是非常的，我们这个主角肯定不是人类啊。只要你试过自己徒手抓兔子，你肯定就知道。啊，这不是人类能够干出来的事情啊！抓到了，所以这个我可以证明我的观点。你看我们的影子，看到没有？我们的影子，我们的眼睛，啊，是那个可以穿透光的。啊，我们的影子，我们的那个，说明我们后脑勺，对吧？是没有任何东西的。然后呢，我们前面呢是镂空的，啊，是这么一个结构，啊，说明这样我们是个透明人，然后那个面具做了一半。好，我们把兔子放进去。哎，这又是兔子。嗯，然后你们会不会繁殖啊？啊？我给你们两只啊。虽然你们可能都是男的，但无所谓啊，对吧？哎，又是兔子。哎，兔子呢？我不抓到了吗？嗯，啊，嘿嘿，那好了，我们也饿了，我们改改口味啊，弄条鱼吃吃，顺便可以做一个这个，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开心农场了，开心农场的话，造几个田在这儿。一个可能不够啊，先弄一个，然后在这里的话，边上杂草除一除，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块田啊，就可以种菜了。但这里长出来什么东西，这个田感觉有点那个，哎，我的鱼，还好，吃了以后又是满状态。然后这个地方种出来的植物呢，好像是随机的。就说它会长出一些，没什么用的草，但是实际上呢，就不会，但是不会长出那种有毒的草，啊，也是不错的。那我再砍点木头抱回去。前面有个野怪，完全不用管。看什么看？没肉给你吃。这些木头都不知道滚哪里去了。先放到这个架子上面。
哇操，人也人不少啊。想干什么你？你个妹子，我就不打你了。好，那边有个野人在跑，带不了更多生息肉了。嗯，身上食物实在太多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造两个这个农场。好像有个野怪在我附近啊，稀稀嗦嗦的。哎，已经开始准备打我了吗？看到这个头你怕不怕？想不想变成他一部分？想就说话。啊，你个平胸，为什么这么屌？等一下，换个装备。等一下，看我，看我掏出我的德玛长枪。哎，等，这把长枪不适合战斗，还是这把斧头有防御功能。叫你屌，你个平胸。啊，三刀剁死。好，收集一下他的尸体。但这个游戏非常不科学的一点就是这个，哎，怎么有个蜥蜴爬过我的这个。还有啊，我去，完了，药不能停。哦，没有药了。这个野怪是这种洞穴，哎，他们打起来了，啊，这是洞穴野怪跟大陆野怪的战争，但是你们人数有点略多啊。来，我们把引到火堆上面去，来踩我的火堆，烧死你们丫的！啊，只要他们踩到这个火，就会不停的燃烧啊，就烧死，非常科学。你还到我家里，我请你了吗？哦，完了，又被撸了，我身上没有药了，怎么办？药的话需要，屌，烧死你丫的！啊！啊！我的大好人生！啊，那好吧，那这个游戏差不多玩到这里，其实也就那样。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逐渐的经营跟生存啊，其实也没有太大差别。那可能这期视频有点短，不过无所谓啊。假期里面我会持续的更新的啊。大家对这个游戏有兴趣的话，可以玩一下，叫做 The Forest。啊，还是比较贵的啊，$15。那行，那就这样吧。嗯，那我们下一次游戏时光再见啊。哎，毕竟是个新人 UP 主嘛，也不能做太长时间，对不对？啊，好，大家再见啊。